看看新闻网。尽管博纳影业总裁于东和前妻的纠纷还没有了结，但是他和现任妻子金巧巧的日子这还得过下去。而现任于太太对于于老公的前任的一些事儿啊，是一概不管，一心就忙孩子的事儿。来看看。尽管已经身为一个女儿了，但是金巧巧的身材可是一点都看不出任何变化。一袭黑色低胸透视连衣裙，辣妈风姿绰约。有了宝宝之后，就什么也不想做了，就会变懒了。去年戛纳电影节，金巧巧和于东高调表明了夫妻身份。随着他们夫妻关系曝光的，还有他们可爱的小女儿。而这个小宝贝有一个好听的名字，小西瓜。而这个名字对于金巧巧来说可是有典故的。因为我特别喜欢吃西瓜，从小就爱吃西瓜，然后一直也喜欢吃西瓜，就起了个小西瓜。一谈到女儿，金巧巧打开的话匣子就关不起来了。对于如今的生活状态，她也是相当满意的。这种感觉不来自于任何的外界奖项然后名利，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一种亲情上的幸福感。娱乐新天地，当了妈妈就是不一样。编辑报道。